这疙瘩白菜搁到饭店，然能撕成38一盆儿。为这38，几个咱也撕撕看。话不多说，赶紧给它掰开撕，疙瘩白菜给它撕成一块一块儿，弄了斤肉给它切成一片一片儿。锅给它兑热，加凉油，这都叫热锅凉油。这好样给你这肉兑溜，它才不沾底儿。要不它嘣一下都沾锅底儿了。炒边菜下蒜姜、干辣椒、花椒，炒香了给咱撕好这疙瘩白菜兑里头。大碌碌翻炒它5-7-8来下，弄手跟没撕开呢，冲给它不拉开。炒着你肚肚你想捂愣它，炒断身往这锅边出了点醋，肚肚捂愣愣下，盐、鸡精、白糖调味儿，尝尝甜咸，保学我，收拾你爪子可不怨我。嘴了馍再滴拉点这蒸鱼吃油，不愣愣下，没这不是都妥安？你都说这美不美？美了你还也整啥？赶紧照着屏幕对一对。